好，那我们进到第二个主题咯，怎么样找到你要的东西。好，那么第一个呢，我们先针对这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部分我们以前有讲过了，我就尽量不要再讲。可是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， Google 有一个好手气你有用过吗？这个很久了，哎，你们怎么平常都没有试看看手气好不好？万一买了就中了怎么办？哎，哪里有 Google 好手气？你们都好客气耶。 Google 首页进来，人家已经躺在这里躺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用看看？你都平常都按 Enter， 不然就按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找看看好不好，到底两个有什么不一样。还是这样子，为了让你有实验的精神，你自己试看看，你找一样的关键字，按左边跟按右边，看看有哪里不同。你先看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。 OK 好，那么各位呢，您刚刚自己试过了之后，请问哪里不一样？比如说，如果我直接打我们学校的，好，假设我按 Enter 或是直接按这里，它是会列出一大堆。那右手边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叫知识图谱嘛，好，那这是一种。那么如果你按好手气呢，是不是直接就进我们中正？所以其实好手气它的目的事实上就是希望 Google smart 一点，聪明一点，也就是在你刚刚所找到的这个什么关键字，预设的话不是有很多清单吗？对不对？应该说它找到是不是很多？那么好手气呢，自动就帮你第一个当做是你要的，直接就过去了。有没有发现少点一次？少点一次有很多吗？乍看之下没有很多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一天会用搜寻引擎几次？这种方式很适合一个地方。如果您要找的是所谓的官方的，比如说我想找一个机关，哎，嘉义县政府，你要不要再嘉义县政府，然后 list 出来，反正第一个也是嘉义县政府嘛，你干嘛还要再去点一次？这样不是很麻烦吗？对不对？偷懒要偷懒多一点嘛，不然你的手也很累呢。你们都没有计算过你手运动多久哦？滑鼠啊，哎，那个距离，老实讲，跑的距离，我们有那个软体可以计算啊，帮你统计一下，你会发现，真的难怪会有晚睡到症候群，因为用太多。运动量过大，好，所以这个呢，好手气主要就是希望说，针对你那种搜寻结果的第一名，把你当作是预设的，就直接带你过去了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好手气，哎，让各位稍微先了解一下说，哎，原来也有这样的功能，而且这个其实真的存在很久，只是用的人不多，大家都不好意思按了，都以为好像要赌博一样，对吧？好，第二个，其实你在找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找呢，把某个关键字或图片直接拖到浏览器就可以找了，有试过吗？比较少哈，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你看我们刚刚找的这样子，假设我找这边，哎，我想要找这里，假设我想要找的是，好，这张好了，有没有发现？我可以这样丢进来，有没有？一丢，哎，没有丢到。一丢，原来这样也可以找，哎，我们今天好像不是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找这个，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好，嘉义县民穷乡这里。假设你想要找这个关键字，你也可以把它选起来之后直接丢上来，有没有这样也可以找？当然了，说真的，刚刚那种方式，你直接按右键，你直接就找了啦。这样也可以啦，好，所以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找嘛，不管你是找图找文，其实现在 Google 的这个所谓的网址列真的蛮好用的，好，当然这种动作的话我不确定 IE 行不行啊，所以我们都希望各位直接换浏览器就好，因为比较快嘛，哎，所以这里又提供了另外一个，对，找图片的，因为我们有在其他地方有讲过了，所以我想这两个我就不需要特别讲，有不知道的吗？有没有这两个？因为这个我比较常讲。免费的照片图库是好，有一个是 RIS，
不是，是他帮你做过滤。比如说我加一些民雄腔，我想找跟他有关的什么图片。好，你这样一找出来，那么你找到的不见得是什么，不见得是都可以用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都可以用就是版权上嘛。好，那你可以找这边更多搜寻工具有没有使用权限。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增加出来的，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允许怎么样，比如说我们非商业性使用，那当然结果会相对变得比较少，一定的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但是至少它可以帮你做一些过滤，好，帮你做一些过滤，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其实各位既然有这个更多那个搜寻工具，我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像类型，因为你找到有可能是这种有没有插画式的，也可能是照片式的啊，你可以真的考虑一下用这边。如果你要比较属于地图式的，那么一般都是属于插画式，你就找插画式的，它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，好，或者是线条稿的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当然你也可以找这种所谓脸部特写的，有没有发现找到不一样？所以如果你要找人的，其实真的还可以找到很多人，可能跟你平常想要的那个是不同的。好，那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也可以透过什么大小，因为小张的如果你要列印出来可能效果比较差，所以您可以透过大小这样子找，也可以怎么样呢，按着它拖曳的，就是像这样的，有没有找到的图也可以这样拖曳进来，直接就找这一张的。哇，这一张不多，那它有类似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找看看，像这一张好了，来丢进来。好，找到了。那你可以注意一下，用这种拖曳进来，最大不同是在这里，它会告诉你说，这一张它的什么前面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以前你都是用什么关键字嘛，那么在这边它就前面这里会改变了，变成是以图片。当然，如果你不一样，你就把这个删掉，好，那这它就没有了。所以比较不一样的方法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。好，那至于说上次那个什么脱曳的方式上传到这个里面的，就麻烦各位你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必修的部分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。刚刚这里有提到搜寻工具的使用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么这边的话呢，我就从这里选修的部分待会我们再给各位看好了。来，我把它们还给您。所以我们刚刚有好手气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脱曳的方式，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关键字，你可以直接拖到网址上面直接做。